好了，讲吧，给他做吧，老婆婆做吧。你讲。感恩老太太长。感恩大慈大悲救救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啊。我是1947年4月6号出生，属猪的。44年属猪的。47年。47年属猪的。嗯。我看一下啊。好，老伯伯，你要我看什么？讲给我听吧。我要中风了，偏瘫了。我看一下啊。零三年开始。嗯。03年开始。脑血管堵塞，左面。哎，堵塞，对。老伯伯，你现在记住，你不但中风，你的心脏也不好。哦。听得懂吗？嗯。好，还有前列腺，小便不好。对。老伯伯，你要记住，你过去吃的活的东西太多了。嗯。要好好改。你现在还有便秘。我有没有灵性在我的身上？灵性。看看啊。嗯。47年属猪的。嗯。啊，有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。哎，年纪不是很大，看上去像65岁，60岁到65岁左右的。你太太还在不在啊？我太太离婚了，现在离婚了是吧？在结婚。她在结婚了是吧？我在结。你结婚了，我就问你，你现在还知道你太太活着死了吗？那第一个太太。哎。没死。没死是吧？嗯，没死。我讲给你听好吧，你老实一点。嗯。你有没有一个女朋友？过去跟她差点结婚，感情很好的，头发略微有点波浪形的，眉脸不大，眉毛有点往下，对你非常的好，脸很丰满，鼻子不大。个子不高，这个没有。想想看，你最好老实一点。女朋友。啊，过去结婚之前吧，就算你。我有，但是忘记了。忘记。这个是个很好的回答。我有，忘记了。那么现在老伯伯，我叫你不忘记，你要不要我晚上叫他来掐你脖子啊？不要。不要了。嗯，对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他专门给你钱用，听得懂吗？他对你好，不是你对他好。就有个深圳的，叫40多岁。现在知道了吧？他坦白从严，抗拒更严。他很有钱。他很有钱。听到了没有啊？台长厉害不厉害啊？有座8层楼的楼房，8层楼的楼房。看见了吗？8层楼的楼房。后来我跟他离婚了。看见了吗？跟他离婚。看见了吗？嗯。你们大家都听见了没有啊？他离婚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他死了，他觉得你欠他很多，所以他现在在你身上。他死了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。嗯。晚上，所以我叫他来看看你呀。嗯。他来了就掐你脖子了。对，然后冲着你说：“把8层楼房子给我还回我。”他是不富婆的。我看他大概想死了。我现在讲给你听啊，个子不是太高的，嗯，长得蛮好看的，眼睛1.57米。对，1.57米了。我告诉你，眼睛是扁扁的，不是像圆的，是一种扁扁的眼睛。嗯，眉毛很细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对你很好啊，经常买汤圆给你吃啊。这是他现在告诉我的。嗯。他买汤圆给你吃，你都忘记了。对你好的不得了哎。还有我。煲汤，他告诉我，他不会煲，他学着帮你煲汤。他这个人做生意不会做家务，不会。
你看看看，他说他这个人不会做生意，你现在人家在你身上，你还要乱讲话。不会叫家务，他不。你不要再讲他不好了，你再讲他不好，我告诉你，把你拖走啊。你现在几岁啊？你现在几多岁啊？啊？你现在几岁啊？六七岁。六八岁，七十八是吧？六十八，六十八，我看看你还能活几岁吧。六十八，啊，寿倒蛮长的，上辈子修得蛮好的，寿倒蛮长的。多少岁才？你就是，我告诉你，你有一个劫呀、啊。有一个劫，本来过去有一个劫，差点死掉。什么劫？劫就是摔一跤啦、中风啦，这种都叫劫啊。哦、听得不懂啊？因为你中风的时候差点死啊，你听得懂不啦？他现在在你身上啊。他经常一个星期看你三次，晚上来的。哦、你经常会做噩梦。哦、手会发抖。那冒冷汗，那我念什么经你这句话算讲对了。人你再不讲对，他来掐你脖子了。小房子。嗯，你念什么经啊？你现在要念小房子啊？我念得不好，现在讲话不。念得不好也得给他念，叫儿子帮你念。你记啊，你儿子，你是他儿子吗？不是是吧？他没有亲戚在这里的，他讲。他没有是吧？托我来。你给他念吧，好吧，好好的念，老婆婆，他要了很多，至少600张。哇。哇，做生意啊。小房子。小房子。哇，他说。小房子来，小房子。这个人。很难啊。啊。600张很难。你看了吧，我问你啊，你命重要还是小房子重要啦？你要不要保命啦？你明白了吗？我还要问我的妈妈，她是04年死的。她在哪里？她在中国死的。我说、啊、她死了，你要现在不是问我她在哪里，在哪里对不对啦？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卖姚针，卖姚针，姚是女这边又啊，女造姚啊。第一个什么字啊？卖就麦子的麦。姓什么？啊，麦子的麦啊，姓麦的很少的嘛，啊、叫麦。第二个是姚。针是王这边一个。啊，珍贵的珍。珍贵的珍。第一个什么字啊？麦。麦瑶，1921年出生的，1921年。你妈妈是吧？她在天上还是什么地方？我看一下啊。她走的时候啊，人还是很干净的，而且你们家里人给她超度过，找和尚超度过的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在天上，在那个天界，欲界天。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妈妈走的时候穿的衣服，我现在告诉你是丝绸的，丝绸的衣服，颜色很淡，偏黄的丝绸的衣服，整个一套。他就患糖尿病，那个出。出了一些洞，他活得很长走的，你听得懂了吗，老伯伯？84岁走的，看见了吗？台长刚刚跟你们讲了，好了，老伯伯好好努力啊，好好修啊。谢谢你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上辈子修得很好，但是他的福啊，就是被他那个女的跟他两个人呢、啊，他把人家。弄得蛮惨的，所以就折寿折掉很多，所以不能这样的，有的时候。